我们来开门了。哇！It's so good to be free. Your rules don't apply to me. No, I blow away all the pressure to measure up to what don't mean nothing. Oh, it's so good to be free. Yeah. No slave to society. No.I realize that to fit in is quitting on the one and only me. Oh, I'm freest as me. 我们现在走到了那个农场的大门，然后要自己去把栅栏给打开，所以超级偏远的，但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就是要怎么进来，因为他有说这是一个秘密基地。开了开了！哇！真的是越野的感觉。到了。到了。The tiny house。现在照着他的指示，先来。把电源之类的打开吧，电源、瓦斯等等的。哦，拿钥匙。然后你看它旁边的这个拖把、拖车头，就是很多人都会把就是车子卡住这个，然后就直接把整个家拖着到处旅游，好棒哦！我们来开门了，哇！带你们绕一圈。欸，上面也有。上面也有。它浴室很干净欸。那马桶木头的好可爱哦。楼上也有。那它楼梯怎么上去？哦，楼上有一个床，所以其实可以四个人来这边睡。只是楼上的小阁楼应该很容易撞到头。其实应该就像露营车一样。还有一个瓦斯炉。你的小车，好，拿下来。嗯，这个。来简单介绍一下，它旁边有一个木桌，然后我带了我的野餐篮，新买的，然后里面的磁盘，就是我还印上我的。logo 跟我画的插画，然后可以在这边吃个下午茶，然后转到旁边呢，就是生萤火的地方，这里晚上一定超漂亮的，然后看星星应该真的超美，但可惜前阵子因为森林大火的关系，所以他有帮我们准备木材，但是好像不能烧，然后那边有一个吊床，然后转一圈到。今天我们的 tiny house. I don't need the look or the trend. I'll be the least cool of my friends. You can have all that. I won't please the pack, cause I'm free. Be whatever I choose to be. 如果这里没有网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救星其实应该要带书来看的，应该也很不错，但是我们决定来拼拼图。开箱，噔噔噔噔噔，1000片，先来得及吗？然后这是我之前做纸花的板子，我们决定把拼图放在上面，到时候拼好了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然后拼图需要非常大的面积。我是觉得拼不完啦，但是没事做刚好很打发时间。然后这次我们选的图案是巴黎的，因为我们之前去巴黎玩，然后想说之后去的国家都可以找一块拼图来拼，然后挂在家里。可以开始咯， Go！打在那个，那你觉得我们的策略要是什么？先分颜色吗？先把边边角角找出来好了，直线的先分一盒。越分越细，越分越细。今天的夕阳感觉偏粉紫色，真的好美哦！而且本来天空很多云的，现在都没有了。希望晚上的星星看得非常清楚。Ryan 好强哦，他已经把边边几乎都拼出来了耶，刚好跟我们带的垫子差不多大。刚好，然后我的部分在那边，要快要半途而废，好难啊！现在我要来拼钟楼，加油！备好今天的晚餐。然后这是网络团购，听说是香奈儿等级的牛肉，不过我那时候买是跟别人分，所以切的就没有那么漂亮。结果目前40%是 Ryan 拼的，也还有钟楼来了，铁塔来了，咖啡厅来了，第二间咖啡厅差不多了，要吃饭了吗？等一下。三时间，这个人还在拼拼图，赶快吃饭，快点！我们好厉害哦！因为在这里真的没事做，我们居然1000片快要完成了，噔噔噔噔，小野，草莓好甜哦，桃子也很甜，继续努力。现在11:45，
们剩天空的部分，然后一点点绿叶，剩这些了。哇，好强哦！我以为在这边会太早，没事做睡不着，哎，没想到已经有点睡意了，要12点了，80%都是雪美女弄完的。现在12点整，剩蓝色，加油！12点26分，最后一片，耶！完成。各位晚安。早安。第一次在 COS 买这个松饼粉浆，然后把水加到这条线，摇一摇就可以了。欸，虽然吃不了那么多，但我们就一次做了，好不好？那只能做六个，还是我们就把它做完。然后我们还准备了菜，反正煎荷包蛋的。说拿来煎这个，这就完全那个紧张。要下油吗？哇！这个圈圈不够圆。虽然没有很圆，但是这个颜色翻得蛮美的。你还切草莓花，这么浪漫啊。你上次切是什么的？在学校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哎，有酥酥的感觉。嗯，有焦味，焦香味，香焦味。哎，不错，我会买。嗯，那我再多加点蜂糖，要不要？没有，锦配草莓吃很甜啊。因为我很喜欢蜂糖。好吃，哦，那到了开铁门的时候，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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